许希文，你不是想要当演员吗？你有在勤刷牙吗？哦，越讲越气。Hello， 各位 L 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国际巨星小 S。你就是先把脸彻底的洗干净，牙齿给我好好的刷。你如果想当演员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 Reason Book。到时候看剧本，你必须要表达出来那种情感，而不是看抖音。你看抖音会因为他抖音，然后就变成是演技天后吗？越讲越气。当我看到我脸上第一个皱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 Oh my gosh， so sexy。 我觉得皱纹是很美的，不管在男性的脸上或者在女性的脸上，我觉得笑起来反而会增加很多生命力，我非常可以接受它。我觉得就是不要麻烦，以我这种懒散以及 busy 的程度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情，所以我希望这个产品是非常有效，然后只要一罐就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那个困扰。像高光精华我就非常推荐，因为它只要一罐就让你的脸又亮又白又紧又弹又嫩。品牌创始人赫莲娜女士呢，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创新大胆不守旧然后很敢于冒险的女性，我觉得完全就是跟我的个性一样啊。我只要有压力的话，我一定要讲出来。跟他们聊完我的顾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你很棒啊，这是你写的歌，你怎么会不会唱呢？你就好好练习啊，什么什么。然后听他们讲一讲，就觉得说好像也是这样子吧。所以我觉得讲出来跟有人愿意倾听给你好的意见是很重要的事。